请收看《维新世界·工厂风水经》。十方善知识，各位善信大德，咱今日这节，继续过来讲工厂风水经。为何呢？我伫这个风水方面呢，一再一再的强调呢，我头壳也未歹。因为呢，工厂的风水啊，影响到社会的安和，影响社会的治安。在过去这么多年来，呢，一寡在工厂方面呢，发生问题以后，造成社会的问题啊，失业问题。自救的问题，还是讲倒来倒去啊，规个种拖累的问题啊，这么多，不计其数啊，各位拢是清楚。那么我工厂呢，我也看了呢，我讲你的歹经营啊，好叫伊爱改善。啊，有的呢，啊，伊都有相信。啊，早期的啦吼，早期十几年前啊，好，因为我算较未出名吼，较无名声的时啊，为叫人改咧，较无啥咧信就对啦。感觉安尼，甲这几年来咧，小可咧吼，众生拢一种习惯啦。哦，这老师吼，伊会对这风水会经风水啊，互人有一挂感应安尼吼，感觉未歹以后咧，相信的听多。才渐渐接受，这个风水是一种科学，不是迷信。在民国72年尾，甲73年中间，彰化有某一间纺织厂足大间诶，全省上大间诶。哎，当时啊，伊诶第一厂、第二厂、第四厂诶厂长啊。啊！伊就来请示贵国主王禅老祖，希望讲伊个迄个号做遐请吼。啊，虽然头家请呢，伊嘛希望讲会顺发觉讲最近呐、最个迄阵仔呢，蛇仔线直直断、咬断，足奇怪。尤其个第二厂个蛇仔呢，世界国家呢，无人是伊个迄个袂断个，结果迄阵真咬断。别，真奇怪的代志。那么有一天，我透早我来去遐看看咧，去参观看看咧，你这间工厂咧，你这厂咧吼，门啊，这边买门咧，上好甲开，上好开，你开咧，或者空气的对流，空气的对流咧，涂骹咧。地零地基咧，打扫较袂阴湿，好，那照是风水学就是安尼来，好，也是啊，你若讲佮冻掉咧，火烧的问题机会足济。那么这位厂长呢，贵啊，好贵厂长呢，好，伊就讲哟，老师安尼好啊，我当时火烧啊，问我当时火烧。我也不要来放火，我当时火烧。我不过是打个月，打一天，注意，即阵啊会火烧。
啊，因为这大公司啊，啊要卡开澳门的时啊，爱经过呢吼，这里有这个总公司准的话，啊，全部拖拖拖嘞，个个啊为了呢，向红火烧，火烧的火甲是泡你啊，那无这谁抢东西？惊一个呢吼，好啦，我自家咧开啦，无人甲经理讲了先浪费啊。啊，浪费了呢，蛇啊线未无东西，都拢直直足损失的。地基甲风水的问题啊，咁啊，这也复利啊，好复利。即讲老师啊，这是啥原理啊？哪样呢？我讲这是风水学，这电波的学，这是科学物理学，这唔是迷信的神鬼的问题。啊，要一挂公司啊。伊个生产过程，啊、哦，生产过程是袂歹，但是向向咧，说等于，我伫桃园，哈、哦，伫桃园诶，遐，即个工业区，中立遐工业区啊，去看一间工厂，看一间工厂咧，伊即个都感觉都足未顺就是啊，结果咧，伊都原来顺顺啊，啊边人搁去啊。前啊悬，后啊悬，咪厝悬咯，地基咯浅悬，讲惊伊入水啊！边啊地基啦浅者，两三尺遐浅悬，后壁浅悬，头前浅悬，煞甲你落着，哈、啊，顶土啊！足袂顺啊，真袂顺啊，非常袂顺就对啦。感觉安尼代志有够多啊！哈、啊，所以这个问题啊，我讲你只有对人请。哦，啊，开足侪钱了，我你了那遐啦，哎呦，你大只唔捌算，大只唔捌算，哈，到尾啊，不得不啊，只甲人请起，机器赶出来，搁请完了，才安定伊。这都是地基的问题啊，往往啊，地基好那会歹。甲咱的运足大关系，足大关系。风水的地基啊，有诶呢，你溜溜足深诶，讲到内底会凉，迄搭溜会着。哎呦，迄袂使哩啦，内底会比伤深诶顶土。咱祖先伫做诶风水啊，祖先诶骨骸啦，爱看出走到白诶走到出去，白到看会出去。袂使命里照到 A， 命里照到 A 咧，出头天袂出头天，迄嘛是地基的问题。所以工厂的地基啊，哈，啊，除了以上以外咧，工厂地基上好咧，爱有环保诶。比如讲，对安尼来，哈，对安尼来。啊，是安怎来？不管安怎来呢，你总是呢，这边是吉，这边是凶，甲这来弯过来，这吉，这凶，叫做反将，这宽坡。这叫做翻江，哦，这叫做翻坡，哦，这叫翻江。咱人徛街呐，哪到时徛伫遮咧，翻木无情，工厂你选伫遮咧，嘛是感觉到翻木无情，这嘛是翻木无情遮。好，这嘛是同款。好，这个咧，叫做这宽坡咧，还是幽静、幽怡、幽静、幽怡，这拢同款。所以啊，咱工厂的原则选地基，基本的条件，好，基本的条件，好。啊，
一届呢，即我经过大中关呢，大雅，入大雅呢，罗西啊，啊种环山下来啊呢，有一间工厂，我的徒弟啊吼，我徒弟呢吼，伊。我到底一间工厂吼，起一间工厂起只向北，啊，只拄一只一间工厂嘞吼，一只过桥了过，我讲诶阿东啊，这间厝这间工厂大赚钱哦，这条都大赚大赚钱嘞，这条水肉大。玉大水，大富，大贵，大富大贵之局。啊，你这个呢？哈、啊，煮熟鸭嘴血花，哈、啊，煮熟鸭的背，因为呢，水神无到这来，来到这就变过啊，这拢无顺，所以啊，伊这只的生意是有够歹做，工厂有够歹做。这边呢，去啊公司要看呢，哦，迄个干那个公司用个大家员工拢交车，因为福利好，事业顺，这是上好的局，选地区。哈，唔是讲什么命才有好，选工厂地区啊，免着什么命。好、哦，免什么名呢？好、哦，所以啊，咱工厂的地基啊，水啊爱宽薄，无论是透明包括正面包拢好。啊，这一大门安那开安那流咧，我以后过一节以后讲到大门安那收气的方法的时啊，我会去讲。咱工厂的，咱找工厂的门，找工厂啊。咱若爱给看了水，当然上好。哈、啊，咱若看水嘞，水是卖足深的。你选地基啊，你若看地工厂只水深正深，水深，人民归心，所拄到的呢，姑说不如。哈、啊，一个阿里不达的人有够多，水浅浅啊，你会看了水一摆，一道赞的。好，这就是讲工厂，这个选。咱工厂呢，咱来半山腰的呢，上无好，爱注意。比如吼，工厂是山呢，啊，你来去半空中呢，好，啊，这半空中呢，哈。啊，老家安尼安来，这种的呢，嘿，包这歹做，这财收袂掉，哈、哦，这种财收袂掉嘞，所以这种工厂呢，这种是唔是真好的现象？哈、哦，这就是讲财收袂掉，半山顶，离最近上好，但是这最远。变成溪底下骹，底下，你水深食较着咧，你水深食较着时啊，很老顺，水深远，哈、哦，水深远香，哈、哦，路弯弯，路弯弯弯弯翘翘，弯弯翘翘咧，哈，哎，弯弯翘翘咧，这气不足。马乡，这样啥庙啦？庙可以，因为啦，兵多兵多，收用个所在庙收侪钱，庙啦收侪钱啊，吼、哦，哎，一寡问题会较侪，吼、哦，所以啦，像遮啦，工厂了去遮，这种乡，这种乡，这啦去管家拢乡，好、哦。会当上好咧，刷来甲下骹离水近，近水，
好、哦，手摸得到，好、哦，手摸会到，嘴呢，啉会到，好、哦，大吉。所以共唱的地基是安尼，好、哦，啊，共唱的地基呢，啊，咱有诶咧。收纳，比如讲，你地基要选吼，两支山纳纳啊咧，啊则搁纳咧，即安尼咧吼，你工厂起只包死诶，吼纳纳诶啊，迄大乡，吼工厂纳蚵仔咧，收纳咧。大象一直爱吞盘，哈！啊，工厂呢，咱呐，诶，地基啊，无论厝诶地基、公家机关诶地基，嘛好，在四五个月前啊，四个月前啊，我伫咱新店吼大凡寺啊，我易经心法班第三届。哦，这学员地主啊，吼，一班的学员地主伫啊，我开课伫新竹分寺啊，大分寺。啊，遐咧吼，学员啊，吼，博士啊，话未少个硕士啦，吼，迄个中科院啦，吼，工研院啦，一寡呀，吼，教员啥教，教授级嘛真济，啊，拢去研究咱中国个精华，吼，即个易经。啊，有一暝啊，高速公路。高速公路咧，这个警察局啊，哈第二队啊，诶分队长颜水林先生，我归伊地主，甲咧陈科长啊，总局陈科长交通科诶，陈科长陈友新诶，陈友新诶科长啊，啊到大分寺啊，伫上课煞咧，伊讲老师要求你一件代志。啊，这里迄站呢，站的迄段一挂不幸的交通事故，警员呐，吼，停在路边啊，车来弄死，好，啊，就是迄站的车祸连连，全车祸连连，讲唔知到底是安怎那样呢？所以，这伊用这么人的开车呢？交通安全真无遵守规矩，家己要去伤着家己性命咧，无要紧，啊，一含别人性命咧，做这刚刚守去，这就非常不合理。这老师唔知有啥方法啦，会当讲，或者咧，大家这个警员啦，吼，这交通警察啦，较平安咧，阮这较平安咧，无代志够济，我好啦，无我来看，希望讲会当尊重生命啦，和大家遵守交通的安全。所以了咧，我昨咧。去看，去看伊办公厅，伊后咧，啊，才发觉伊办公厅咧，个地基啊，做伫这里，坑啊，这条坑，吼，这条坑门行，高速公路直接，这收费站，吼，这高速公路直接。啊，即个咧，伊个即个水较早即个开门，吼，即开门就按水安尼流出来。啊，对面山真水，好啊，宿即个厅舍咧，好咧，警察局个厅舍咧吼，第三队个厅舍拄好伫即个位。啊，听下即位咧，原来就地基吞起来，
地基冲起来。那么队长的办公厅呢，伫楼顶，我在楼顶，啊，伊的桌啊咧，办公桌啊位咧，好，伊就去坐安尼。厨师，好、哦，伊坐厨师，我嫌看我啊，干队长啊，这安尼唔对呢。你的地基是咪地？这叫做，这叫做地基较早，叫做吞过，因为嘿，遐高低，那么有破啊。我甲你讲，你坐好坐，这样坐好坐，喂，安尼，因为你这所在呢，下骹呢，吼、哦，有坑，有坑都有风。有风，有坑就有风，好，坑啊就有风嘞。虽然你起起来，这地灵嘞，照常的过往，照常的来过往。好，那么我你的桌啊位嘞，你桌啊来坐位嘞，坐都雷风行。会挂，啊，坐雷风行会挂。啊，你桌位来改坐雷风行挂嘞哈。啊！你请你遮个警员呐，若要出门的时啊，车先发五分钟、发十分钟，若要出落发，发了嘣呼呼嘞，好发落呼呼叫安尼嘞吼，将这雷风型啊，将这个地刷，只有地刷坑坑啊，坑刷，坑刷内底原来的污，只污泥，坑门原来的垃圾的土，地基有污泥。有污泥，有这沙啦。那么你队长啊，好交大家警察咧，开始吼、哦，交通警察家的车，交通车的先发了呼呼叫，大家再先发了呼呼叫，啊，就会平安啊。然后咧吼，咱家这条都，这会平安以外咧吼，咱都我都安心的，安心的，吼、哦、来个集体执勤啊，来这个为了共同进。珍惜生命咧，予大家遵守交通啊！啊，安队长啦，好，伊就刚才叫我甲讲安尼咧吼，啊，就开始解暗动咧，解了咧，啊，就过个什么发生代志啊？平平安安，真平安，好。那么在高速公路面顶咧行平安呐。嘛是咱生命的平安呐、啊。那么这队长啊，甲科长有这大的慈悲心，为大家的生命安全，吼、哦、来咧重视。所以啊，咱今日开始啊，吼、哦，今日开始一个这节的课程啊，好、哦，每一节可能都有一个咱高速公路啊，啊一挂辛辛苦苦的这个警察先生啊。啊，为着这个交通，哈、啊，的安全，解说真侪交通安全。各位唔通说啊，我要塞车啦！我跟你讲，紧急都无得处理，只有交通警察因才有法度去处理尔。好，那么王禅老祖来，大慈大悲，诸菩萨大慈大悲啊！啊，希望我啊，会当请呢，请高速公路这里有这个警察局来，好、啊、局长啊，好、啊、大家。副局长即个台长啊，吼，会当讲将即个交通安全的智慧理念，吼，甲应变，吼，爱注意咧，会当叫因吼每一个人咧，吼有即个经验咧，有机会来甲各位开始共同来维护交通咧，珍惜家己的生命。那么风水甲交通本来嘛是等于一，交通都是风水，啥风水呢？交通在行，我在想，在开就水，想完要变紧呢，就是风，这风水嘛是等于一，拢一点一点啊都无迷信，只是那个错解去啊。那么工厂呢？你的地基啊，那是过去啊。狗仔吞起来，要特别注意。狗仔吞起来，狗仔吞起来呢？那不是高，就干，就刷，就湿，就阴。因为呢，
狗仔底咧，过去咧，吼，常常有这个动物尸体，骨仔底。啊，动物尸体啊咧，日积累积，咱无感觉甲吞起来，就无啥。结果呀，遐灵魂界咧，伊无走，啊无走，伊未安呐，怎么办？有诶，就哦，我请法师来上经，啊，一届都几十万，按啥可能来坐？几十万，大可不必。哦，你坐咁就真正最有效，啊，歹讲啊，对无？啊，你讲这上经来讲好，嘿嘿，嘿，又混沌混沌呢。那么上有效方式啊，那就开门，你搞吞起上好方法咧，地基。溜较深诶，溜到完全停底，拢拆掉，拆掉以后咧，恁啊用我这条刀，绣金、金纸，啊，穿着这条刀饭碗、菜饭饭碗，吼，啊，咱啊去拜拜，请本地众神做主，吼。本境圣皇，好，本地众神驾临做主。本境圣皇，本地诸事福德众神帮忙。地主某某人住倒位，因为我这个因缘的关系，来借这个所在咧，要来起工厂、起徛家、要建筑。啊，因为一动着这地基的关系啊，吼，所以不得已啊。将恁那弱势过去，吼、哦，所有缘的所度化的众生，因伫只往生者，的灵魂三魂七魄，敬请本地众神、福德众神啊，甲圣皇顶会当牵引因的三魂七魄、灵魂、幽魂呢，离开本地这所在。啊，地主啊，用只菜饭、金银财宝供养，哈、啊，希望时间会顺时。然后呢，这个讲我唱呢，你拜拜讲了以后呢，讲本土地上过去。有缘无缘的动物、幽魂、孤魂，我某某人今日来这土地、这所在，哈，要去工厂，哈，啊，因为这里我嘛唔知恁到底有偌济人伫遮，但是啊，今日呢，好，我呢准备菜饭、金银财宝，哈。阿香花节的，好，甲恁供养，甲恁拜拜。恁呐、啊，今年离开这个所在，好，各国对西方叫做世界的去，啊，功德无量，阿弥陀佛。然后呢，你香怎甲插？过差不多半点半支香过以后呢，你才将这寿金。啊，寿金的给传挂，四角头寿金中烧，然后中央呢烧，所传的寿诶金砖是啥呢？寿金、太极金、土地公金、四方金、往生钱，吼、哦，甲经衣、经衣，你家一家买穿我花包去嘛，来烧也好，烧烧化化开。好、哦，然后呢，你接着这个砍掉去，砍掉以后呢，你才换这个新土，车新土，好、哦，车新的土，好、哦，那么车新的土才倒倒吞吞的呢，安尼呢，你这地基呢，你就会使你用啊，那无呢，百事未顺啊，爱注意，咱即摆真侪人呢，是讲性。包好人，哎呦，有诶吼，真正夭折。伊就爱讲去砍人垃圾土，我吞倒咧，搁砍别位诶垃圾啊，迄人厝拆起来啦，
我低调啦，低调啦啥，他听下来，一个塞个在在的遁地里啊，阿侬赶快，好，所以啊，你都爱个车身何来多呢？阿那呢，这个地基的问题呢，你都当解决。各位十方神知识，各位神圣大德，这个现象作者，也是啊，咱政府机关，哦，主办的工程单位，也是啊，若有要囤客、囤勘，希望啊，恁啊嘛是传这个拜拜，恁的功德足大的，对恁的子孙啊毛利益，咱唔通讲我公家对我无奈何。我跟你讲，公家的，你即马做官的是对你无奈何。当一旦啊，你退休以后会找你，免惊袂找你。我唔是伫咧恐吓，甲你恐吓无路用。好，这是道德的问题，德甲基的问题。咱若好食，好伫工厂以后人大嘛平安嘛，安是毋是社会福分呢？所以啊，有个人啊。吼、哦，占着讲哦，我的公家呢，吼、哦，拄着这急着晒他肺、臭肺啊！哎，是迷信啥什么时代啊？迷信啥什么时代啊？咱人啊，困起的时都会眠梦，啊，一个人困在眠床，困在眠床的时，你敢唔知影我一个人困在眠床，暗时眠梦走都会死过去，是咪要一个魂存在？若是孝人讲无灵魂者。是按咱个士大人往生暗时会当个吹，所以啊，各位啊，爱有智慧，吼、哦，咱唔是讲叫大家迷信，大家爱有理性。所以，佛啦，甲你讲，咱要个大铁大国以前啊，咱啊唔通批评他人的是非啊，唔通批评他人的是非。那咱唔知影，咱无，咱就卖讲。哦，曾经有一个咱的信徒，啊，伊就江苏啊，热啦，啊，开山，开山呢，啊，切断一条路，啊，顶个人，哎呦，少年吼，工程师啊，这个摩切个用，没信心呢，什么时代啊？嘿嘿，一个都个教程设计路过啊。去骂人去找呀！我是一个少年人吼，你着小可尊重嘞，小可存嘞。阮一只大只济年啊吼，你要共赶走，啊全袂，全袂嘞。哦，兄弟精神起来，哪会去哪会这个问题？结果，搁第二名，又搁共连续三名嘛，才受到我地方的人啊讲，迄就是一个狮子头。在头壳，在头壳个，伊地里伊路一条硬个切掉个，弯一个都好嘛，硬要切掉个，干咩嘞？变景设计，好、哦，这就是咱地基嘛同款。所以咱人家说咧办中位，好、哦，或者办大江苏，咱伫拜拜个时啊，唔是讲哦，我都做一个官员啊，好、哦，西装穿在在了。哎呦，安尼去拜拜安尼倒啊！我你讲错去啊，观念错去啊！全拜拜，遐规山规区的遐孤魂遐鬼啊，伊也无咧欠食你的迄几条果啊，遐物件错呀！所以啊，你江苏大江苏在动的时啊，你必须要请地方的众神做主，啊，本境神皇。福德精神帮忙，好，我原来要创啥，请你引导这过去有往生这动物的孤魂幽灵啊，会当对西方极乐世界去离开这，我要挡土。好，所以咱呐、啊、要动工啊，爱注意。啊，还有一个真好笑的一个故事啊，啊实在的，好，我才拄到一个。信徒地主呢，伊在开警车，啊开警车呢，伊就日日啦，暗时摇着紧，伫台中哦，五龙山，五龙山吼，
啊，毋是腰紧呢，啊，饼呢都较酸咯，结果酸咧人个蒙头面顶，酸咧蒙头个，哎嘛无感觉啊，你就酸到走啊，坐啊倒来呢，开始呢，迄个孤魂啊、灵魂啊，都来找啊，暗时十一点出去，再是三点外，要四点才出来，拢逐暝十几年、十外年。啊，十外年这种间嘞吼，啊，到尾都结婚啊，结婚啊，就我的徒弟地主啊，的小妹，啊，都嫁呀，啊，暗时的，拢奇怪，十一点外才出去，三点外回来，啊，有一天嘞，还叫卖出去，啊，伊这里伊的翁婿嘞，才给太太讲，你看呢，后边门啊，外面嘞，有一个一个查某人在遐等我，好，因为你莫出去啦。好、哦，阿全无出去，阿爹等等等等呢，阿都到暗时点外，点外就紧啊，阿都从门口变做后尾门，门开个唰的一摆，雄雄的照你个身，伊先生个身躯，目睭吊起来，都要出去啊，伊甲关了就出去啦。阿母一人躺不干的啦，好啊，伊讲到伊要食酒，啊，我就多点小妹啦，吴小姐啊，伊讲无啊啦，老师吼，啊，甲遐佛祖遐贴一个佛水，我摕来食，我袂使袂使，我袂用食，啊，袂用食嘞，讲枵，吼枵，啊，枵袂一些嘞，就要枵了吼，要吼这里。吴小姐啦，伊太太啦，真正心真头真定。第五五去甲咧，甲问讲你到底是啥人？伊才讲我听，用恁头家十一年前，伫五龙山用刀甲伤我头壳，伤我头壳，所以我对伊十一年要不服唔还，未超生，吼吼，有严重。哈，啊，伫工作伊讲到安尼吼，舞到遐咧，舞去三楼咧，用劲个呀。因囝仔咧，讲无好啦，你啊，你在遮吼，我撒面线互你食，讲化妖啊，伊遐撒大啊，讲撒有足大有滴面线咧，目睭起起无五分食了了。那一般正常一有就到三十食了了咧，讲足妖诶，吼，迄个过，迄个无不停诶高魂呐。好，所以一食煞以后咧，我喙焦，吼，我这吴小姐咧，啊，伊太太啦，啊，伊就开始啊，吼，来楼下我贴罐喝水诶，吼。反正大啤酒醉个啊，好，伊就摕起你，啊好啦，就钓你食啦，摕头就食了了了，直食，看你创啥物食。伊讲我着老师会对我讲，喝水互你食，希望你会解脱，会当去做消除这个业障，会到对西方去。好，伫摄，怎摕啊怎困哩？啊只怎水果精神个，唤起精神。伊阿婶，我来食，是啥发生啥代志哦？只头到尾讲我听，就安尼过来嘞。已经超十一，要几十年啊，都唔好过饮酒，哈，唔好过安尼花。即咱一个人分，所以啊，咱若开，迄开工厂，设计工厂对地基啊，制作，家己做，真有效，真有效。咱若作为机关首长啊，吼，叫机关首长啊，咱啊爱换阿教授，传一个过，甲因讲，第一，请本境的众神来做主。牵引本地所有孤魂野灵，会当离开这所在，对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净土入去。啊，你先啊请。第二呢，你甲讲本境所有在这土地上的孤魂野灵啊，我这里这片江苏要啥用？恁都哈，真叫本境众神啊，甲圣皇好地讲啊。啊，对西方叫做世界，阿弥陀佛世界去，恁都唔通在遮，以免我江苏在动的时啊，去甲恁伤着。安尼呢，这里你工厂的时间达最顺时，无论工大型工厂家己或者是公家，要重话要创啥，一定爱来做。这就是讲咱地基的基础。哈，安尼。工厂啊，比如讲选工厂地地基，比如讲这块地后壁坎面顶切得平平，
即琴，哦，琴喊就啲一件，哦，啊地基咧，哦，一边边，即个叫做加速路咧，路即位，好，我咧地基啊，你问咧，吼，你就必须要向伫遮来啊，阿爸你起起来哦，门大门出爱向边。大凶出门碰壁，大凶我发真是工厂，刷坡地开发嘞，溜嘞，含徛起嘛，看看开发嘞，门出嚟就崩壁，对面人厝真悬，先崩了壁，这大大个咪拢歹，这足注意，爱足注意，咱真容易疏忽哩，像这崩壁，台中海线有某一间公司。某一间公司啊，伊个即个叫做厂，吼、哦，啊，伫伫遐咧，啊，伊问出来去旁边即切掉诶，然后迄阵切土切掉咧，吓，包括遐公司，到即摆用要多少条？未顺，出门就旁边，哇，吼、哦，你看即种个是够侪含徛去嘛共款，所以头前含。头前喊，好，头前倒倒转来坐，头前旁边，后边喊，后喊大凶，前帮个大凶，嗯，挂凶。那么这情形呢，因为咱山势气爱压迫。结果你个规间厝那是起着阿多凹，到尾才四脚朝天，面四条朝天咯。好，换四脚朝天个，换倒边，所以迄拢做袂出到天啊。各位若要选地基啊，爱细致，好不能开玩笑。想讲啊，相信啥呢？什么时代啊？我相信啥？什么时代才让你吃不到？好、哦，迄十几集啦。好、哦，这个地线，咱这就我刚好去咧开发啦，山坡咧站一站，站一站。梯田式的对了哈，这些梯田那底下哈梯田，那么梯田呢，那头前路在遮，路在遮你行进出入，行路拢在遮。你若加速工厂嘞，面向向这个墙啊，这种墙，好，这嘛拢墙，阿摩头拢墙向这墙啊嘞，你工厂向安尼嘞？这搞不了，弄完过去抓。好，你刚才面向这边，没人去旁边，弄完过去抓，这弄完过去抓。好，这点是爱足注意就对了。嘿，这爱真注意，各个人若要找，这是中卫区啊。啊，山坡地工业区啊，你爱特别注意。有诶，邓启平，吼、哦，邓启平，门说邓启平，门出来水都食袂着，气煞收袂着，是做干嘛拢真无好做着啦。那么，你要破解，既然到现在有问题咧，有问题是啊，好、哦，初期我怎样，我来讲破解诶方法，最起码保持一个平安。家己做，家己做先生，嘿，免请人做先生，家己做，吼、哦，钱家己赚，吼、哦，家己赚嘞，吼，家己嘞，我都保护家己啊，吼、哦，所以咱的地基要选择啊，咱就爱三思而后行。咱的土地啦，选土地要选工厂土地，门对出去嘞，开个门出去，好平，但最平管，正平
大外大门要向出去咧，正边咧袂使有山，啊是正边面得出出来，咱看出了，恁看我的正手边袂使悬，你若悬者，好逼心，量无力，无贵人，家己后尾误事。啊嘛，迄个你就爱可能大门咧，若有现在迄大门咧方向换，爱换位一个。好，我希望这里接着都我陆陆续续的讲给各位来了解。好，希望已经有工厂的有诶咧，家己瞧到啊。好，免我安内咧，也免惊。凡是讲个听惊，听到我讲这课咧，这法咧，哎呦，哎呀，打，不卖听无烦恼，无愈听愈烦恼。我你讲，你听才会无烦恼。安尼讲啊，你听这个法了以后，你等于家己瞧嘛，免开钱，家己改。无啦，等下木掉死未富啊啦，十过十啦，吼、哦，有啦，哦，我感觉我安尼真好啊，跳到木来未富啊，老师，我当时无听你话，我哩无一定听我话，了钱是恁家的代志，哪爱听我话？啊，你趁钱，我你要请我，我也无用，啊，你嘛无用，我请我，吼、哦，所以我这哪有啥问题？我不过咧，这是社会成本，受贿成本。好，今日我传这法咧，是要社会成本的回收。社会那减一间公司工厂倒去啊，也是拖累别人的事啊，都减偌济人会不幸的。最起码不幸未发生，就是伊公司的员工有一个固定的工课要做。后壁无阿囝，爱对食饭，有诶老爸老母爱对伊领薪水来食饭。最起码原则。哦，这就是讲工厂这选择者呢，好、哦，我才会甲各位呢，好、哦，这里再三的强调，好、哦，再三的强调啦，希望各位啊，好、哦，这里注意，好、哦，咱静心来听这里法啦，好、哦，啊，相信各位对各位拢有真大帮助嘞。咱工厂的地嘞，好、哦，咱要过一点钟，要过一节，好、哦。咱再继续讲，各位了解，好，祝福各位阿弥陀佛。